今时今日，腕表除了是可以看时间的工具之外，还可以是一项具投资收藏价值的收藏品。而名表投资对大家来说，一早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了。想开启腕表投资之门，但是又无处入手啊。荣获香港著名品牌的 Ace Watch 就为大家提供各类一二手名表买卖和保养服务，绝对帮到一众想入坑腕表收藏的人啊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他们创立 Ace Watch 呢？而家我哋品牌本身嘅目的咧，最希望咧大家咧系可以透过咧收藏腕表之余咧，亦都可以咧利用腕表嘅价值上升啦，嚟到去做到投资升值嘅效果嘅。咁样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买腕表之余咧，同我哋一路买一路戴一路赚。你哋嘅主要产品同埋服务又系啲乜嘢啊？我哋最主要咧就系卖而家坊间咧就比较热门少少嘅名贵腕表啦，就包括啦劳力士啊、PP 啊、AP 啊等等嘅，咁亦都提供啦呢一个贴膜服务啦，咁样就俾大家去保护呢一只腕表咯。因为咁贵嘅腕表买翻嚟，你都希望呢只腕表系有多啲嘅 protection 嘅。系啦，你哋主要嘅客户群又系啲乜嘢人呢？我哋最主要嘅客群呢，其实就咁，因为呢我哋本身店铺呢希望啦多啲嘅新手啦嚟到去接触呢个腕表啦，咁所以我哋最主要嘅客群呢其实都系比较年轻一代嘅朋友，咁佢哋好想去拥有一隻入门款嘅名贵腕表啦，咁例如系劳力士嘅黑水鬼呀，又或者系绿水鬼等等啦。咁与此同时呢，亦都有好多嘅资深玩家啦会搵我哋去搵一啲比较昂贵少少嘅牌子啦，例如 RM 啊、PP 或者系AP 等等啦。Ace Watch 相比其他嘅腕表专门店又有啲乜嘢优胜之处啊？咁我哋自己嘅腕表啦，我哋会因应客人嘅需要啦嚟到去购买佢哋自己喜欢嘅腕表啦。咁就我哋好欢迎我哋嘅客户咧嚟到同我哋去试表嘅。咁因为咧你只表你唔试过，你唔知道适唔适合自己。与此同时咧，我哋亦都会教导每一位嘅客人啦，咁究竟有边一啲嘅款啦，佢哋嘅投资同埋升值空间系会比较大。咁绝对咧唔会夹硬去呃一啲咧投资升值潜力唔大嘅一啲货俾大家咯，系啦，咁呢一个系我哋自己嘅服务宗旨。系啦，如果我哋想开始收藏名表，你又有啲乜嘢入门推荐同埋保养嘅建议呢？人生唔同嘅阶段咧，其实咧都会有唔同嘅腕表适合你嘅。假设你系一个初出茅庐、啱啱步入社会嘅年轻朋友啦，咁其实咧都会建议你哋可以去尝试下一啲入门款嘅。咁样咧，劳力士最入门、最保值嘅一个系列啦，咁相信咧都系非黑水鬼莫属噶啦。咁如果你话budget想平啲、有啲个人特色嘅，可以选择下 Air King 或者 Explorer 2呢一啲嘅叫做比较入门啲嘅系列啦。咁与此同时啦，咁如果你已经工作出嚟有三四年，你希望咧将自己嘅腕表收藏啦，咁啊去到再矜贵啲，可以拣一啲再热门少少、再昂贵啲嘅款式。咁啊，例如16500LN 白面嘅熊猫地通拿啦。咁腕表啦，咁其实咧自己戴上手咧都唔希望佢整到花晒啊，又或者可能系用用烂烂咁样。咁其实咧都会建议咧大家咧买完只腕表之后啦，咁可以帮佢加呢一个保护膜啦。咁与此同时呢，所有嘅配件呢尽量 keep 返好少少，例如啦一个劳力士嘅保养卡啦，如果你遗失咗嘅话呢係冇得配返。呢两个係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一个因素啦。Ace Watch 除咗可以帮你完善地保养你哋嘅外表之外，仲可以令你嘅外表变大变升值添。睇嚟腕表收藏嘅世界真係一啲都唔简单啊。唔知你哋未来又有啲乜嘢展望呢？咁我哋品牌未来嘅发展方向，首先咧，我哋而家集中咧系做几个最热门嘅牌子嘅。咁但系咧，随住呢个腕表市场嘅变化咧，大家都发觉，大家咧系中意一啲比较个人化口味少少嘅嘢。咁我哋可能会推广一啲升值潜力相当之好嘅一啲小众品牌啦。咁啊，例如系朗格啊，或者系 RM 等等啦。咁与此同时咧，我哋亦都希望咧同各大唔同嘅媒体合作。咁因为咧，我哋好相信咧，个品牌要成功咧，应该要喺唔同嘅平台嗰度发光发亮嘅。咁亦都好多谢大会咧，今次俾呢个机会我咧，可以喺你哋嘅平台嗰度发光发亮咯。